每一个胖的女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力股，而鼓励每一个胖的女人减肥都是一笔投资，在男子卡迪和他女朋友安博的身上就很好的呈现了这两句话。两年前他们相遇，那时候女友安博的体重有400斤，之后就一直攀升到600斤，连心热都成问题。之后卡迪就鼓励和陪伴他减肥，两年后结果让人意想不到。